这个外墙业主全部都翻新过，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前院非常的空旷，很适合小朋友玩耍。我们来到室内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外墙非常的漂亮，干净整洁。你家的这个前面啊非常的大气。室内一进去就是左右分区，然后这边的话是三房一浴，然后左手边的话是两房一浴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装修装饰都是非常新的，然后每一间房间的采光现在完全是没有主灯的情况下，就是一个日常一个采光，而且我们的玻璃地面墙面也就是三个顶面全部都是新的，可以看一下，一户一景非常的好。这边也是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利用成两房分享一浴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主客厅，这个面积也是非常宽敞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两房一浴的分享，嗯，同样的就是都是非常新的啊，大家都是看到的。带这个入户感应排风扇，你看全都是瓷砖，都很干净。然后窗户也都是新的，双洗手台的造型。每一个卧室都是宽敞、明亮、整洁，就是拎包入住的。这个真的是不需要你再做任何额外的这个装饰，费心费力，完全不需要。每一个房间都有宽敞的窗户采光，然后我们这个立面是真的是房子当中非常高的一个高挑。好，回到客厅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加分项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餐厅，这边的话就是主餐厅，然后我们用的全都是实木的橱柜，然后还是带玻璃的款，带吸瓷，就这个房子的细节非常的漂亮。一会儿我们去车库看一下啊，你在这边，一会儿我再看一下我们的外车道也是非常宽紧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冰箱也是嵌入式的，都是这个美国的名牌，双开门，有档次有格调。非常的新，烤箱、冰箱，排油烟机、洗碗机全部都有。然后除了外面的车道，我们还自带了这个三车库。入户的三车库啊，入户的三车库。我们到外面的阳台再看一下，地面全部做了这个，全部做了这种防水，这是一个阳光房。这阳光房真的，你的孩子娱乐室，然后休闲运动间、办公室，你想怎么利用都可以。还有一个阳光房，这额外的外面的面积都要相当，差不多七八十平都有了。然后我们宽敞的后院。真的是宽敞的后院，我尽量一镜到底啊，没有任何的包装，就让大家看清楚。后面全都是一排的果树，非常的好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阻挡。车库门都非常的方便，你可以从车库出来，也可以从阳光台出来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后面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侧院啊，非常宽敞的侧院，很方便。然后我们从侧院出来的话，前面的车道我一点都不夸张，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风水，非常好的一套房子，整个翻新过。